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再次用主的话来彼此激励。你知道你是如何蒙神的拯救吗？你有没有常常的回想你起初蒙恩得救的时候的那种感受？你还记得主的爱是怎么样临到你吗？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第二章一到十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是就是所谓的七书信，七封给教会的书信在启示录主要的这个收信者就是当时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教会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他透过他的仆人约翰来对教会来说话那我们看到这七封书信都有一些共同的共通点，有一些共同的结构也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耶稣基督的自我介绍也就是教会的主他的自我的显露，然后接着呢他对教会有称赞，当然也会有责备那只有两个教会没有被责备。最后面我们看到他会对教会发出一个挑战，然后也告诉教会说如果得胜者就会得着奖赏。所以我们从这当中我们可以一同的来学习，因为不只是对这七个教会，当然也是对今天的教会的提醒。那我们就用第一封书信就是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来做一个例子。首先耶稣基督在这里自我的介绍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原来我们的主他是那位在灯台中间，灯台就是象征教会，他是在灯台中间行走，他与教会同在，他手中拿着七星代表他是圣灵的同在充满，他要向教会来说话。
那对于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称赞，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以弗所教会的特征就是他能够忍耐，他愿意付出，他有很多的侍奉，他也愿意来分辨那一个假的使徒。但是他被责备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们做了很多，但是好像都是表面功夫，或者是他失去了那个最起初的那个爱的动力。所以那个侍奉或者那些的忍耐，那些的劳碌呢，如果不是因为出于爱，那就变成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这是耶稣要责备他们的地方，然后提醒他们说要回想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要悔改，怎么悔改呢？就是回想到底是在哪里跌倒，那就要在哪里爬起来。所以他们必须要回到他们自己的软弱当中，重新的找回那个起初的爱，找回那个动力，然后回转到神的面前。这样的话呢，才不会这个被挪去。今天如果教会这个灯台被挪去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我们教会存在的地方就没有价值了。所以在这边耶稣也提醒他们，最后呢，他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耶稣也肯定他们能够跟这个尼格拉一党的人，也就是这个在教会当中的一些的异端分子，跟他们有所区隔，然后耶稣勉励他们，要他们听主的话，愿意来回应，愿意来坚持，最后得胜的就必定要得着生命树的果子。这就是一个得胜者的奖赏，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你羡慕这样的祝福吗？让我们可以找回那个起初失落的爱。接下来经文我们看到是给第二封这个教会的书信，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我们看到在这里同样有耶稣基督的一个自我介绍，他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在这边我们看到教会的主是不仅是那位首先的，是末后的，他也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对教会来说话。那他给士美拿教会只有称赞没有责备，因为这个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忍受各样的困境逼迫的一个教会。主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士美拿教会除了在面对整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整体性的对基督徒的一个逼迫以外，他们也面临了这些所谓犹太教的极端分子在当中的一种搅扰。所以教会本身就是很贫乏很穷困，可是呢又外在又有这么许多的这些逼迫，甚至是从撒旦从恶者来的攻击。那主说他都知道，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耶稣说他很清楚的知道教会所要正在承担而且将要承担的，还会有患难，还会有逼迫，但是不要怕，因为教会的主要与他们同在。虽然这个魔鬼会逼迫他们把他们下在监里面，但是经过这些试炼，经过这些患难，他是有十日，有十天的时间，意思就是说有一个阶段，并不是一个无止境的，最后呢他们必定要能够走过来。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要务要至死忠心，
因为忠心到底就会能够得着主所赐的生命的冠冕。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基督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就是主知道他们所正在面对的。如果我们今天在困难当中，有一位主他知道我们所面对，而且他应许我们说这些困难都会过去，时间到了我们就要从那当中走出来，那我们就心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了。那最后仍然是那句话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是，我们都盼望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许我们都要经历死亡，不过最多就是死吧，死就死吧。但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忠心至死，也就是坚持到底，即或是殉道，即或是死了，那我们仍然是得胜的，而且我们不会再受第二次死的害。意思是说，我们得着的就是那个永恒的奖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去面对你可能要遭遇的困难？也许我们不一定会有机会殉道，但是我们可以为着信仰的缘故坚持到底，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再次用你的话来安慰激励我们的心。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亲自赐给我们那个忍耐的心，好让我们可以坚持到底。我们也特别为那些正在患难逼迫当中的教会还有基督徒来祷告，求主施恩，把你所应许给士美拿教会的祝福也临到他们的身上，使他们都能够坚持到底，至死忠心。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